也是在场上当时没有说出来的吧。专注于做品牌，今天应聘的也是品牌，就是策划类的吧。策划类的，对，要求薪资多少？10到15 K。底薪一个数多少？底薪、那就12.5吧，随性。新月，新月，我其实提醒你，其实我觉得今天这个面试很奇怪，我感觉很奇怪，就是像真的是随性的面试，不知道你是在面试，还是真的是在聊天，还是真正是在想要去找一份工作，对工作的欲望。我面试过很多做品牌、做策划、做 PR 的一些候选人，他对工作的执着是一种对事情的热爱在里边，因为而你是围绕着自己的，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我爱我每一份做过的工作，然后包括我每一个做过的项目。刚才您说的就是说我在广告公司离职，要不就不胜任，要不就是怎么怎么样。但是我当时在广告公司基本上就是可能就中标就是50%这样，就写两篇就有一篇成功。他肯定有他的能力，要不然他不可能换四份越分越高，对吧？每次的工资都比原来要高，是吧？其实相对于随性我认可，但随意其实是对工作和别人不负责任。你确定啊？你刚才说12.5是吧？有没有地域的选择限制性？首选在深圳吧，因为我男朋友在深圳。好，第一轮选择去火流。